知道我哥哥给干净订的那套婚纱多少钱吗？没关系啊，你要不喜欢的话，咱们换家店。这肉是给人吃的，男人当狗的呀。我就说你们这些有钱人，哎，是不是有点意思？趁你有钱是吧？老天爷是很公平的，他给了我们比大多数人更多的财富，自然就得不到他们所拥有。